那鱼塘啊，大包那100块啊，尾鱼塘哈，一个吧，来，我袋子帮你装起来。OK， 谢谢你，你们是要看石头吗？还是看完？看完那就对，因为你拿门票。谢谢老板。朱家鱼很难吃，先烤的哈。 把它剖半，然后那张清一清晒干，半成品再烤一下。这个吃，它也不会有刺。但没有刺。然后尾巴看你吃不吃，因为有的喜欢吃酥酥的。嗯。好、哦，整只应该是剔干净的。然后你硬要说它有刺的话，我觉得是背鳍这边，但是它不会扎口，可以吃。因为你把背鳍剔掉的话，哈，这会散掉。 真卡的哈，椰蛋。买个50块，我们试试看。没问题。拉链蛋哈，然后稍等一下，50块就好了。再一个袋子。 你要冷掉，再麻烦你把拉链锁起来。因为它。